好多人想想当高主给我打电话，他放假了，走了几个交割，我给他一样先拉到俺住在这儿，然后明天再回家。现在你说我忙了，可我这车门太溜了。现在搞桌东西也拉好了，不过我在线上店里，这几天太忙了，还得做活动。现在员工也下班了，我得给这个库存给它调整调整。上来说再烧，每天堆一次，我都不信了。快叫蚊子给我吃了。